演出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大家提前知道我是在7月19号发行第二张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期待说今天可以在现场有这个新的歌曲带给大家，因为第一张这个存在感的这个首唱呢是放在了上海。前几天呢，因为就是有一点这个小受伤，所以呢，其实我还是比较担心。但大家今天看到我，应该知道我的这个恢复的还不错，所以呢，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担心。那今天呢，我也想把这个我的小心愿实现，把这首。It's just a magic show.